我觉得烧鸡好像怪怪的。怪怪的？对啊。怎么怪怪的？以前我觉得它有点娘娘腔，但是最近又发现不单只是这么简单，他会不会是……哎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，你认识他久了你就懂了。你的意思是说……我没说什么。你发现了什么不能告诉人家？我发现什么？怎么那么笨呢？我是说太极拳传男不传女的，懂吗？传男不传女，那女孩子……啊，我明白了，原来他……别这样子，不能被人家知道的。啊，以后说话小心点啊。这一次啊，我真是佩服你，这种方法你都想得出来，厉害厉害。我让你失望过了吗？哎，你不要那么神气哦，如果喝到一半我爹醒来啊，你就有的瞧了。他当时没有醒啊。哎，不过这一次啊，真的要多谢你，我爹今天早上精神好多了。当然我吃了药了吗？哎，不过呢。不过什么？不过从一清早到现在，爹还拿着那根脉管在猜是哪里来的。让他去想喽。哎，这回功劳你是有了，不过功夫就不知道你有没有练呢。来，我来试试你。来啊。少奇，怪不得你推不过我，胸肌不够结实嘛，回去好好练练啊。怎么怪怪的？姚玉琴！啊！干嘛那么狠吗？说好练功的，莫名其妙。你看他一动也不动的。红衣，怎么一个人在这发呆啊？年轻人怎么垂头丧气的？有什么事情就说，说不定我能帮上你的。我是不是挂念着谁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哎，我们两个起码比你多长几岁吧。嗯，一眼就能看出你心里想什么。哎，惦记着谁了？怎么现在知道真相了反而不知道怎么办？是啊。哎，什么真相啊？你不知道的了。怎么样，想不想再相处下去啊？当然想了，可是也不知道人家怎么想的。要是他，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不如这样吧，我帮你。好啊。你们说什么了？说的你不知道吗？这是我们俩的秘密。嗯。一个这样，两个也这样。红衣，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我都不知道。你就只会想着他，想得神魂颠倒的。谁告诉你我想着他？你脸上就写着呢。既然是喜欢上他了，那为什么避开他呢？红衣，你笑我。我没笑你。对了，红衣，我觉得他已经知道我是女孩子了。嗯，那怎么办啊？怕什么呢？另外那个傻孩子啊，约你今天晚上到山谷去见面，不过去不去你自己做主了，慢慢想啊。
三今天啊，啊。少奇，我知道你有点害羞是吧？我不转过身就是了。说真的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个男孩子，现在我也有点不好意思了。但是有些话我不向你说清楚，我真的有点不自在。自从我来这里之后，你一直那么帮我，我偷学你爹的拳法，你不责怪我，还暗中帮助我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激你了。那天我们在湖边练功，我双手一，我也真笨，那个时候才发现你，我心里一直怪怪的，所以我今天才约你出来，想跟你说一声。我知道你是个女孩子，觉得十分开心。想拜你为师，你又不走我，所以我偷学了几招吗？竟敢偷学我的功夫，快给我下来！你先收我为徒，我再下来。你想得倒美！生气了，我扶您回去吧。前辈，前辈，你别生气了，你给我滚开。前辈，陈师傅，久违了，你们又来干什么？我们专程来请陈师傅回王府一趟，就凭你们，那我们就得罪了。闪开！哦，哎呦，我来帮你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怎么样，我的七日洗髓散滋味如何？您卑鄙！如果我不这样做，你会就范吗？带走！呀！这对我，陈飞，臭小子，你们这些无耻的王八蛋，太过分了！你居然敢打我！陈师傅，你还是乖乖的跟我回去见王爷吧。前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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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带走！走，闪开！让开！滚开！徒弟！臭小子！对呀！爹，爹，你怎么样了？爹，
爹，妹妹，你醒醒，快带你爹走啊！不行啊，我不能丢下你，小心后面！快带你爹走，阿全！哎呀！爹，爹，老齐，爹，你醒了，爹，我，爹，你怎么样？爹，爹，你救救他呀！到了这一点，该我来护着他。爹，你要是不救他，他就死定了。那就死了，那还叫他们打死他算了。爹，他不能死啊！你救救他啊，爹，要不然这些人会抓你去王府的。是吧？就让他们抓去吧。少奇，为了这些人，你值得吗？爹，他正在为你拼命啊！要是他死了，我也不想活下去了。爹，你帮帮他！爹，爹！爹！你看我这样，我就是想帮你。我也力不从心。爹，阿全这人很聪明的，你把口诀交给他，他就会把这帮人打退的。对啊。爹，你还等什么？爹，他快顶不住了。给你。给你。小子，你听着，现在也不听着呢。神清气沉，凭自然。上清下沉不倒颠。上清下沉不倒颠。任他聚力来打我，牵动四两，拨千斤，上前逼近打，护住三前判七息，举手两背要圆拳，动静手时任意攻，搭手指开几掌指，一遇顶到是难成。举手圆坑，前辈，再接下来呢？爹，他被人围攻，快说。来势凶猛，联手用，肘靠随时任意行。进退反侧应激斗，不怕敌人不易惊，敌人逼近来打我，闪开正路走横路，太极十三式中法，细心揣摩妙更生。怎么办？姓陈的，算你走运，我们走。
阿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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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阿天，咱们回去吧。爹不能丢下他一个人，不行的。阿天，他不会有事的，走吧。阿天，走。阿天，阿天，他跟爹走了。爹不能把他一个人留在这儿。爹，阿天。你吵什么呢？少奇呢？他去哪儿了？回家了，回家了。那陈金卫他呢？怎么样了？我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把他给救了，他不但不感谢你，反而把你留在山谷里面。要不是少奇通知阿红，让我把你给捡回来，你这条小命早就没了。你不谢我，却记着他干什么？多谢二叔救命之恩，可是。如果不是因为我，他也不会被人偷袭。这件事，我多少也该负点责任吧。玉府，把药喝了。哦。二叔。嗯。我。有什么就说，吞吞吐吐干什么？我，想去看看少奇。什么？你想去看他？嗯。好，我真不知道你是不是活腻了。他爹可是还嚷嚷着要跟你算账呢，你还想去见他？先把药喝了，把身体养好了，以后再说。你告诉我，你整天都不肯吃东西，那怎么行呢？是不是病了？来，让爹瞧瞧。你这是怎么了？哦，你还在惦记那臭小子？好，你等着瞧，我非把他打跑了不可，让他永远不敢回来。人家明明救了你，你还要一心把他赶走，我真不明白你是怎么想的。我也不明白。你干嘛老护着他？那臭小子来这里偷权已经是犯了弥天大罪，现在还把你的心给偷走了，你让我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？再说要是让别人也知道你是女儿身，让我怎么在这里立足？我是怕他欺骗你才不让你去见他，你反而埋怨起我来了。我埋怨你？我是埋怨你啊。你整天把家规祖训挂在嘴边，无非是不愿意让太极拳外传罢了。这样下去，你不怕太极拳会失传吗？你说什么？我不是把太极拳法全都传给你了吗？爹，你不要忘了，我是女儿，不是儿子。你把太极拳传给我，就已经破坏了祖训了。既然这样，还不如把它传授给外人，发扬光大好了。你荒谬，你一点也不理解爹的苦心。爹，你没想过我，从小到大你把我当男孩子一样看待，你知不知道我很痛苦？别的女孩子开心的时候可以打扮，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哭，但是我呢，我什么都不可以做。这是为什么？是因为我爹，我爹怕人家知道他把太极拳传给他女儿，是因为我爹怕他自己无法在族人面前立足。你给我住口！爹，如果你真的为我好的话，你就不应该拒绝我跟阿钱来往。难道你真的小看我孤单一辈子吗？你，气死我了！你要气死我！男孩子那么多
年，很辛苦的。哦，古时候的花木兰也是扮男儿去替父从军，我没听见她道什么辛苦啊。爹，花木兰她是自愿的，但是我是被逼的。哦，那我的女儿还不如花木兰孝敬她父亲喽。爹，你有没有想过人家以后要怎么办吗？以后？什么以后？爹，如果你真的为我好的话，你就不应该拒绝我跟阿钱来往。难道你真是想让我孤单一辈子吗？你为了家规，为了祖训，你希望陈家祖传的武功不传到外面，所以你就要少吉成天的练功，打扮得跟男孩子一样。你有没有想想他心里面的感受？你有没有为他的终身大事着想过呢？好，连你也造反了。爹，嗯，我做的好吃还是红衣做的好吃啊？嗯，你这个丫头。爹，你有没有为我想过？从小到大，你把我当个男孩子一样看待，你不知道我有多痛苦。别的女孩开心的时候可以打扮，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哭，但是我呢，我什么都不可以做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我爹，我爹怕人家知道他把太极拳传给他女儿，是因为我爹怕他自己无法在族人面前立足。你给我住口。进来。老爷，你整天都没有吃东西了，吃点稀饭吧。红姨，嗯，他吃了没有？没有，你吃吧。崔教头啊，你怎么了？你要多保重身体呀、啊！是啊，来来来来，臭小子，这是岂有此理！哎呀，不要管了，先保重身体再说。皮打伤身呐！哎呀，你可不能再生气了。回家查看陈家宝，捉拿陈正英。就我们三个，不行的，我们三个这怎么可以啊？你别想了，这个毛头小伙子不可能打得过。别说了，我一定要铲平陈家宝。红衣，这么早啊？我爹他醒了没有？干嘛？向你爹道歉啊？嗯。红衣，你不要走嘛。什么事嘛？我已经想了整晚了，我知道是我自己不对，我不应该把爹气成那样的，我现在就去向他道歉。傻孩子，怎么了？你现在进去是没用的。怎么会呢？爹他不肯见我。他见不见你我不知道，他一大早就不在房间了。他不在房里。嗯，你知道他去哪儿吗？我不知道啊。你来了，快进来。红衣，阿钱，怎么，你的伤好点了没有？差不多了，不知道。少奇啊，啊，他可就惨了，他为了你这件事啊，被老爷又打又骂。我要去找他。哎，你叫少谦小心点。知道了。千万不要遇到老爷啊。爹，爹。
对不起，少奇，我连累你了。别这么说，我是出来找我爹的。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去找你爹说清楚。千万不行，我爹他正在街头上，你快点躲回山上吧。我，你不听我的话了？好吧，知道。没事的，你快点回去吧。陈正英，你太自私了。如果每个师傅教徒弟都像你一样留守绝招不传，那会有多少功夫失传？而且你太过分了，什么传男不传女，不传外姓子弟。如果少奇嫁给一个外姓人，太极拳你传不传？太极拳还能发扬光大吗？你没有一点胸襟气度，让太极拳流传下去，让所有世人都知道太极拳是一种技能实在用于强身健体的好功夫。不要说了，你偷学了我多少的功夫？偷的不多，但也不少。我把偷来的功夫还给你，动手吧。啊！动手啊！啊！这下任务难顶撞，其实我心里一直没法解开的结，被他一语道破。那假定不无道，这下真的有点与众不同。他只是晕过去了，待会儿会醒的，要看紧他。师傅，嗯，你怎么处置他？我还没想好，你小心看着吧。知道了。大师兄，徒弟说阿钱被关在这儿了。阿钱，他偷袭武功，罪大恶极啊！啊，你们要怎么处置他？总之，是最大的刑罚，可能要将他处死。不，不要！你放了他，我求求你，不行，你放了他吧，大师兄。哎，你干嘛？大师兄，你放了他吧！不行，师父没有看守的，放了他办不到。大师兄，你放了他吧！不行，他了，侯爷，把他放了。不行啊！什么不行？我是你二叔啊！哎哎，阿钱了，少奇，放了他，你放了他，放了他了。阿钱，你赶快走啊！如果我走了，少奇怎么办？不行啊！侯爷怎么办？侯爷，你们俩一块儿走啊！走啊，走啊，走，走，不行啊！侯爷，可是走啊，走了，哎，快走啊！走走走，你不能走，谢谢。走了走了走了，你放手啊！你叫我怎么向师傅交代嘛？阿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终于出来了。阿奇，你跟他走，难道你不要爹了吗？爹，不是女儿不要爹。这是我不希望阿钱死的，都是我的错，不关少奇的事，您还是把我废了吧。我把你废了？爹，不要，爹，爹，爹，我求求你，我跟你回去啊，爹，你不要杀阿钱，我跟你回去，爹。好吧，你们跟我来吧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不是红衣的
的侄子吗？因为村长的凶手吗？对不起。乡亲们，今天我叫各位到这里来，是有两件事情向大家宣布。第一件，就是从今天开始，所有陈家堡的女子都可以练太极拳。这怎么可以啊？村长怎么这么说？这可是违反祖训呢。大家安静点。这女子怎么能练太极拳？就是说，为什么不行啊？为什么不行啊？好了好了，我非常清楚，祖训上有这么一条规定，我想也不外乎两个原因：一是怕太极拳流传给外姓人；二是认为女子不宜练太极拳。可是我一直认为，男子可以办到的事情，女子一样可以办到。所以这些年来，我一直瞒着大家一件事，将我女儿也就是陈少奇女扮男装出现在你们的面前。少奇是女的，也真是太难为了。真是个女的，目的是为了证实女子也可以练习太极拳法。结果呢，我成功了，琪儿的武功了得，我相信大家都会认同。所以我决定今后不论男女都可以练习太极拳。太好了，女子可以练太极拳了。不行，这不行，这不行。这不行啊，这不行啊，这怎么可以啊？至于太极拳不外传这一点，我反复思量考虑多年，郑州也经常跟我提出不同意见。太极拳不外传固然可以使太极拳为我陈氏家族所独有，但却把我族人困死在一条山沟里。倘若我们将太极拳外传，一可以发扬光大，二即使朝廷要为难我陈家子弟，也不是那么容易。故此，我向大家宣布第二件事情：今天我准备收一个外姓人为弟子。要收外姓人当弟子啊？是真的？是谁呀？我相信大家都知道，我曾经中毒被偷袭一事，幸好当时有个年轻人挺身而出，助我将王爷派来的敌人打退。他不单救了我一个人，也挽救了我们陈家堡的一场大灾难。为了报答他的功劳和将太极拳发扬光大，我决定正式收他为弟子。他就是杨玉乾。太好了。好好好好好。请喝茶。谢谢师傅。谢谢谢谢。大叔，谢谢。师傅，我们想跟师弟切磋切磋武艺。宝贝，哎，先有茶了，给他们瞧瞧。喂，哎，放手放手啊！哎，放手放手！跟你过几场，大师兄手下留情，来吧。
作到此为止。少奇，少奇换了女装了。二师表妹，阿奇表表姐。你看什么？我还是喜欢你从前的打扮，齐兄弟。你，哎呦！哎，你看你三不三？我们到邻居吧。是啊。怪不得阿奇不喜欢我，阿奇又避开我，原来他们俩是一对。他们俩挺相配呀。不。哎，客气啊。哎，好。横驴起爱须认真，上下相随人难记，任他俱力来打我，牵动四两拨千斤，你们看到没有？舅舅，你的功夫真厉害。爹，你体力未均，不要太操劳了。你不用为我担心了，看看我这个身体像会倒下去的人吗？对呀。爹，你先来喝杯茶吧。嗯，老爷打得好啊，来先喝杯茶。哼，练的都是皮毛功夫，当然力不耗，气不喘了。太极的要义不在于用死力，关键在于灵活与巧劲儿。哼，就怕有人留着力保守着秘密。哎，你不要搬弄是非哦。说什么破除门户之戒，这都是废话，我才不信呢。不要多说了嘛，老爷既然已经收了阿贤为徒，就不会隐瞒什么的了。对，我也相信师父。太极的要义和重点我会尽快告诉你们，但是你们必须慢慢的揣摩才能心领神会，光靠别人说是绝对不够的。好吧，你们各自找对手练给我看。是师父。师父，走吧。阿师，我陪你练。跟你练太没意思，我情愿不练了。哎，阿师，等等我。哎，他们都学，不如你教我了。来啊，来来，走。来嘛。